先打三个神蛋，做一个蛋啊，蛋白不要，不要打发，就打散就好了啊，轻轻的，不要再给它打出大气泡。糖加到牛奶里，只需要用小火把它融化就可以了，边倒的时候边搅拌，过滤掉蛋精，然后一些气泡。糖跟冷水倒到锅里，然后用中火，然后你就不用动它，然后一直让它煮着就好了。等它煮沸以后，你就可以把它转为小火。如果你不是喜欢很苦的，那你在微微上色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我们刚刚蒸出来的热水。一定要是热水，一定要是热水，一定要是热水，这要请说三遍啊。小火啊，再让它煮开一下就好了。搓一下啊，你看，这是软焦糖，比我们刚刚加那个热水。布丁的话需要水浴法，所以你要准备一个比较深的烤盘，拿出来小心哦。好。